个。你也看我的志向，没志向。他跟我们从泰山跌倒，阿爸我拿着拐子挨打，你车在一样打。你老爸放宽的以后啊，跟因查我囝也是唔乖话，我就要甲杀啦。这老爸为你，我若唔去你就甲拍我，你唔开心。嗯。我来去找我老爸。哪里？大夫泰山当官的了啊，你说的没有问题哦。这样的一点都不大，你给我来吧。当年的。你放心啦、啊。